总发言的田明雄和尹清雄，亲友命格就是出身法费和用的。为了爱带动地方红的生意，还较多用心。总发言客家文化艺术发展协会就当当来拍的，七分音的年纪发通。高雄亲友的用法费，没就对用的剪下来的书法来念布。除了讲做的非法利用，要行较早的提升产业附加价值，大帮案例来推广客家文化。学生的那点针线，只有先生教的，伫泡布当两七格格伊个花纹，沙了表面染料度，染的至少五百，等泡布完全染色过后，就做得用水来洗，渐渐的七分染就好洗的。因为对这方面本来就很有兴趣的咯，就是老师在推广，我就想说过来学习一下。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，而且一个国粹，我是觉得它非常的漂亮，所以我觉得个人本身就蛮喜欢它了，因为我是一直在学才艺的人。中华烟客家文化艺术发展协会期盼七分染延续发通，教民众用剪下来每个经验来染布。在发通当中，本民众学讲台湾简单上家门的客家，大部分来推广客家文化，每提升菜体产业的附加价值。如果说我们把纠正下来的这个珠液啊，能够再利用，成为我们蓝染的珠材，也让我们的这个园艺业、竹栽类都能够呢有不错的一个另类的发展。冇外用啊，入不个都收啊，都拿下来做做蓝染，而且做到青酱，那做咧本。你要当到讲个新住民嘛，带着两位然后物个发展啊，不去学了种个吼，提着机会做来拿来卖，不挨人带到这个农业种个人吼，又则出路啦。主办单位讲，种花甜蜜同元清系花费眉目之乡，系讲做得结合七分音，唔但抢做得创造创业机会，本产业行个多年，咪做得本客家文化第一单件，真乃有当到好处。客家新闻李新亮，种花甜蜜报道。